雄鹰乘风远行，在停下的每道曙光中编织早已承诺的蓝图。肯定与责任颁发毕业证书，请教务长宣读发证令。国立海南大学112学年度113级毕业生学位宣告，本校研究所博士班李世贤等14名在本校完成博士学位课程，提出论文，经博士学位考试成绩及格，准予毕业。依学位授予法之规定，授予博士学位。本校研究所硕士班方子欣等306名，即在职进修硕士班王嘉玲等145名，在本校完成硕士学位课程，提出论文，经硕士学位考试成绩及格，准予毕业。依学位授予法之规定，授予硕士学位。本校大学日间部邹嘉莹等897名，即进修学士班吴月娇等40名，在大学本校大学部修业期满，成绩及格，准予毕业。一学位授予法之规定，授予学士学位。以上毕业生计1402名，宣告完毕。请校长接发证令。请校长及李建义副校长为毕业生郭穗宇颁证。请大学部毕业生全体起立。
院硕士学位，教育学系教育今年读完硕士班，教育学系教育处暑期分级硕士班，教育学系教学分级硕士班，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硕士班，教育学系课程与教学硕士班加入班，教育学系教育行政硕士在职专班，教育学系硕士班，课程教育学系科技硕士班，课程教育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我们教育学系硕士班，我们教育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体育学系硕士班，体育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资商与辅导学系硕士班，资商与辅导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学历是硕士学位，文化与自然资源学系文化观光资源硕士班，文化与自然资源学系台湾文化硕士班，文化与自然资源学系台湾文化硕士在职专班，国语文学系国语文教学与运用硕士班，国语文学系中国文学硕士在职专班，理工学院硕士学位，机电系统工程硕研究所硕士班，电机工程学系硕士班，应用数学系硕士班，应用数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材料科学系硕士班，数位学习科技学系硕士班，数位学习科技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资讯工程学系硕士班，职位指导硕士在职学位学程班，环生学院硕士学位，生态及环境资源学系硕士班，生物科技学系硕士班，绿色能源科技学系硕士班，绿色能源科技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艺术学院硕士学位，音乐学系硕士班，音乐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视觉艺术硕士班，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设计硕士班，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戏剧创作与理论学系硕士班，管理学院硕士学位，高阶管理硕士在职专班，一样一 A， 行政管理学系硕士班，行政管理学系硕士在职专班，经营与管理学系高阶管理硕士班，经营与管理学系高阶管理硕士在职专班，教育学位的学士学位，教育学系展开老师等学院，教育学系一般老师黄月文。人文学院硕士学位，国语文学系一般老师陈光明，国语文学系一般老师林俊成，文化与自然资源学系老师王正明，英语学系老师吴昭荣，英语学系进修学习班老师周玉如，文学院硕士学位，语文数学系老师黄建章，材料科学系老师刘孝文，数位学系科技学系老师李俊明，电机工程学系老师蒋嘉明，资讯工程学系老师林昭兴，环生学院硕士学位，生物科技学系老师冯丹玉，生态及环境资源学系老师黄文博，绿色能源科技学系老师张嘉庆，绿色能源科技学系进修学士班老师冯玉森，艺术学院硕士学位，音乐学系老师朱玉丽，音乐学系进修学士班老师韩德明，视觉艺术与设计学系老师戴光义。管理学院硕士学位，行政管理学系老师王宗宪，经济与管理学系老师刘子欣，Thank you.
Thank you.